YG67教材视频第一步，拆除底盖的螺丝。然后取出底盖，反转，将面盖取出。然后拆除主板的螺丝。拔掉端子线，注意按原路怎么插到哪个孔的，按原路插回，然后拆除大盖板的螺丝，取出大盖板，然后取出平框，从合模平框搬出，将新的平装入，注意有方向，有方向的这个黑色面朝着这个有卡位的反面，然后捏紧，注意平框的有耳朵的对着电影板，然后金手指着面朝上，然后取出隔热片，隔热片里面有镜子膜的一面对着有灯的这一面，然后对着卡位插进去，然后将风扇取出，从这个卡位插进去，线朝上面，上标朝里面，另外一个风扇也是如此，上标对着，上标对着散热器面，线对着针这边朝里面，然后按照原路装回，及平和风扇隔热片的操作步骤完成。